下班了，回家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谁呀、啊？哎，哎，哎，这挺好个背包，变夹包了。这两个小朋友，你吓死我了，你俩。你们好啊。叔叔好。别乱说话，这长得多年轻啊，是吗，哥？哦，哦，哦。长得有那么年轻吗？你最多也就是高中生嘛。啊，你就是个儿高，你要长得再矮点我都得叫你老弟。谢了大哥。哎呦，两个小朋友怎么称呼啊？我叫格格。我叫阿哥。你们俩玩吧，啊，玩得开心，玩得愉快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哎，妹妹，咱们爸在哪栋楼来着？这楼长得都一样，我记不住了。要不问问刚才那个叔叔吧。可不能问他。妹妹，你不能被外表蒙蔽了双眼。坏人常说的话是啥呀？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我是好人，跟我走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带你去找爸爸。那他也没说这样的话呀。哎呀。街坊邻居们，我走半道我想不对呀、啊，万一那孩子你真走丢了磕了碰了那能行吗？这可是我们幸福小区啊，我虽然是保安现在下班了，但是在我的管片咱得看着，咱得管呢，对不对？格格，阿哥，叔叔，我俩这事儿呢。不是你们俩怎么老往那儿跑呢？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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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爸呢？说话呀！哎，妹妹，哎，咋哭了？对对对，别哭！哎，是不是我的语气有点不对？这我换一下换一下换。那个小朋友小朋友，我不是坏人，跟我走。别害怕别害怕，我带你们找爸爸。情况，这怎么还喊了呢？干嘛？走散！盯你半天了，大哥，你是蚊子呀？你盯我半天了？别整没用的，我都看出来，看出来了是不是？没有什么事儿能逃过我的眼。这两个是你孩子，大哥，你真厉害，没蒙对。我再猜一遍，你先别猜了，他就不是我们爸爸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他要带我们走，不是，瞅着我们吓得都说哭了，是吗？孩子过来，没有我是想你往后放，站着别动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咏春，胖大海，哈，炸，嗨嗨嗨，他。你这兄弟啊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你说我现在是扶你起来呢，还是说你躺着歇会儿？别整没用的，就问你怕不怕？我太怕了。孩子们，别害怕啊，有叔叔在，没人敢碰你们。就问你服不服？叔叔，我俩是真服。能服起来吗？哎呀。你干嘛呀兄弟，我刚下班，我路过，我看他们两个正玩儿，玩呢我走半道我一想不对劲儿，你说这孩子两个人身边没有大人，走丢了怎么整啊？我就回来了。你回不回来大人那是那么好找的吗？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两个宝贝儿送去找保安。是，我就是这个园区的保安。你咋证明你是保安？我穿这身衣服下班换了吧。啊，证儿，我哎呀，那个证儿也在那个衣服里。你这样，我给你敬个礼，你感受一下行不行？就这业主你好。你别急，不是怎么的，就这就证明你是保安了？这还不精神吗？那我再给你来一趟，你看我干啥的？你干啥的？
大哥，你是搓澡的？我让你一边去，走，孩子，带你找珍宝啊！你哎，等一下，不是你把孩子带走干什么呀？你凭啥呀？我凭啥？你问问他们，我面善呢，那孩子们都相信我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我是好人，跟我走。啊！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叔叔带你们找爸爸，找爸爸。啊、妹妹，听你妹妹，你们他俩是一伙的。什么呀？误会了啊，我们俩不是什么一伙的，不是，我们俩也不是什么坏人。嗯，不是，叔叔，你俩要真不是坏人，就让我俩找爸爸去吧。哥，咱俩去哪个楼啊？咱都找不着，忘了。你看哪个楼都找不着，你往哪跑啊？这事交给我，来来来来，对这个小区我是最熟悉的。我跟你说，在哪个楼，我挨个给你们找。不，他你凭啥呀？凭啥孩子要跟你走啊？咱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保安，你领走孩子，我就不同意。妈呀，凭啥我不能领走孩子呀？那孩子跟我在一起时间多长啊？你俩别争了，我俩乖乖的，拜托你俩也乖乖的。如果你俩真是好心，就陪我们一起等爸爸吧，行吗？行。孩子饿了吧？不是孩子，是我。其实我也有点饿了。你饿了，你早说呀！这叔叔包里有吃的，你说你，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来来来来来，就这样，来，来，一人一根。谢谢叔叔。那叔叔，你俩吃啥呀？没事，我俩垫不下就行。干啥呀？还掰一半？都给你俩分了。整那整那出，整那出整的就像我这当叔叔的差事儿似的，还真分呐？那孩子怎么的就干吃啊？不干巴吗？没有喝的。嘿妈呀！来孩子，灰山仙博士一人一个喝。喝，等会儿喝。咱啥身价啊？咱啥身板啊？那小的够喝吗？要喝你不得喝大的啊？来。哎呀，没法说呀，你可能是不知道，在瓶的计量单位上面还有一种叫桶。孩子，来，灰山奶粉，来拿矿泉水往上送，随便喝。等着啊，都别动，等着，等着。哎哎，叔叔，你干啥去呀？我上灰山，我找他们董事长去。啊，我牵头牛过来，现成。先给你俩挤，别，可拉倒吧！你灰山都说了，牛在身边，奶更新鲜，牵啥牛？不用去。你真把牛牵来了？我都没动，我牵什么牛？你没动，你给牛发微信了？我都没动。不是牛，是我们的爸爸。完了，这孩子疯了。我牛叫爸爸。怎么在这儿呢？找你半天了，真是。你说那玩意儿说的，我们也找你半天了啊！两个小朋友，这真是你爸爸呀？嗯。哎，真是。那行了，没啥啥事了，爸也找着了，咱俩撤吧。你撤行，我能撤吗？你咋的？我得负起责任呢。没听，那大哥把牛都牵过来了，我看看是停车位了，还是拴树上了？不是，没有牛。没有牛？我学的。你学的？挺像啊，厉害呀！你看啊，这俩孩子都喜欢小动物哦。平常工作又这么忙，我就有点时间，我就跟他俩学动物，逗他俩开心哦。我这闺女，她喜欢听那个布谷鸟，嗯，大布大布，抱着妈。我这儿子喜欢听小青蛙，爸爸真帅。厉害，那个大哥，我也喜欢小动物，你给我学个大象呗。你听着啊。妈，他真会装象啊！他呀，什么装象？那我是属于那个公鸡呢，那大公鸡叫你也会？
你工作的时候，就是这两个叔叔一直陪着我来着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师傅，你谢之前我得说你两句。对，你说你这工作忙啊，咱可以理解。嗯。但是孩子咱得看好了啊。你想想，你这工作呢，忙起来了，把忽略他们两个了，他们俩下来溜达玩，万一跑丢了，你这后悔一辈子啊。是，你说的对。可我就是个打工的，哎，我就在后头那个楼上干活。哦，你说我也不能把俩孩子放人业主家里吧？我只能是搁楼下。以后再来咱们小区干活，把孩子送咱保安室去，我于小脸带着所有保安帮你们看孩子。哎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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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不用谢，不行，必须得谢。不用，而且我还得用最隆重的方式，用广播站的形式隆重地表示感谢。哎呀，等会儿，咱小区没有广播站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谁说没有啊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喂喂喂，我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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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社区的业主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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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，我要感谢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一直帮我看孩子，看孩子，看孩子。这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一个长得挺圆，挺圆，一个挺长，挺长。我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快点，不走了，我们走了啊，走了。叔叔再见啊，叔叔再见，叔叔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行了，没事了，我也撤，我也撤，哎，撤。你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不是，我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呢，不对劲儿呢，不对劲儿呢。不是，哎，那个街坊邻居，你说我刚才做那个事儿对不对呀？对不对呀？对不对呀？